心灵回收站，爱的港湾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。准公婆上门提亲的日子是我妈特意请人挑选的。我妈抖着手里的红纸说，这是先生写的，我也觉得这个日子好。红纸上有几个龙飞凤舞的毛笔字，九月初九吉日，以下品。我妈迷信，也是想让我的婚事顺遂美好。我顺着她的话茬说，长长久久是个好日子。其实看着我家简陋寒酸的房子院落，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。我和男友童飞是在工作中认识的，第一次见面我就看出来他是那种家境优良的人。他身上有淡淡的古龙水味，浓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却很有型，指甲修得也很短，整个人干净清爽。他穿着一件带暗色格纹的牛仔外套，不张扬，我却总觉得跟普通牛仔服不一样。后来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同款，原来是 LV 的牌子。难得的是童飞温和有礼，说话办事得体大方，举手投足都有一种平视众生的慈悲和从容。童飞后来追我，我按耐心底蓬勃的渴望闪闪躲躲。他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他和他的生活圈子我都可望不可及。我从记事起和家人就在贫困线上挣扎，我脚上的鞋子穿了三年，我精心把鞋子打理得油光水亮，其实鞋内的皮垫子已经磨破了。童飞真心实意地追我，我最终还是哭着答应了。我喜欢童飞，我也想摆脱为吃十块钱的面还是八块钱的凉皮也要算计一番的日子。童飞应该给他父母做了很多工作，他第一次领我回家时，在那套郊外的别墅里，他父母还是给了我略显疏离的亲热和尊重。我们交往了一年多，童飞和我求婚了。谈婚论嫁提上了日程，准公婆懂礼数，要上门跟我爸妈提亲。我妈知道我找了好人家，乐得拉着我的手直抹眼泪，你八个月时算命的先生就说我闺女命好。我爸妈为了迎接准公婆，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打扫整理房屋。我爸甚至想把涂垒的院墙推倒用砖砌，只是找不到泥水匠，担心在九月初九前不能完工，念叨了一番才作罢。我妈为了招待亲家，咬牙添置了两个软和的沙发，还特意买了两个新杯子。其实我爸妈无论怎么卖力，也无法改变家里寒酸的现状。就如他们即使踩着高跷竭力想拔高自己，在准公婆眼里只不过是可笑滑稽的表演。我不忍心拦着爸妈，只好任他们折腾。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提亲的事情还是搞砸了。九月初九确实是个好日子，太阳很暖，天空很蓝，村里山坡上的树叶开始发黄变红，远远望去就如名家笔下斑斓的油画。我家低矮的房屋坐落其间，也有了几分雅致。家门口到村口的小路，我爸都洒了水清扫。我给童飞打电话，得知他们还在十里开外的公路上，爸妈就拉着我站在村口等他们。童飞的车出现在村头，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，途中有一段土路太颠簸，他爸妈肯定少不了要埋怨一番。童飞的爸妈到底还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无论心底是怎样的想法，脸上却都堆满了笑意。下了车就夸我小村景色好，空气好。童飞的妈妈还拉着我妈的手，直夸她把我养育得好。她语速快，声音也大，有一种做作的夸张，笑得像一朵塑料花。我妈拘谨地抿着嘴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爸则憨憨地直说，进屋进屋。童飞的爸妈刚坐在我妈买的新沙发上，我家的狗撒娇地叫起来，它擅长通过不同腔调的叫声表达不同的感情。我妈起身掀门帘，嘴里还念叨着，该不是你哥回来了吧。我妈话音刚落，嗓子一下子就掉了起来，娃呀，你这是咋的了？跟人打架了？疼不疼？你咋突然回来了，也没提前打个电话。我迅速冲了出去，看到了我哥，他额头肿了一个红紫的包，左半边脸肿得像个发面的紫薯馒头。哥，你这是咋了？我冲出门拉着我哥的手，眼泪就差点掉了下来。
啊，没事儿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我见门口停着汽车，我不小心摔的。我哥憨憨地笑着说。我爸跺着脚，哎，你这孩子，咱就不能当点心。我哥怯怯地和童飞父母打了招呼，就躲进了内屋。这是谁啊？听到童飞妈妈的说话声，我心里顿时一惊，就怔在了原地。我跟童飞说过我哥的情况，我不知道他是否跟着我爸说过。童飞一脸歉意地看着我，我顿时就明白了，他把我哥的事情瞒了下来。我哥在城里跟着师傅学按摩，平时很少回家，我们都没想到他会突然回来。哎呀，你瞧我这一着急，这是小米他哥，叫大米，眼神不太好，走路就容易磕着碰着。我妈嘴里答应着，脚不沾地地往厨房走，要煮鸡蛋给我哥消肿。我哥生下来就有严重的眼疾，我们全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帮他把眼睛治好。家里只要攒点钱，我爸妈就带着我哥去看眼睛。从我记事起，爸妈就常常把我丢给奶奶，他们带着哥哥四处求医，从十里八乡的小诊所到郑州北京的大医院，他们都跑遍了。连北京的医生都说我哥的眼病是遗传，没办法治疗，而且随着我哥年龄增大，视力会越来越弱，最终有失明的可能。我爸妈却不信邪，总说万一找到好医生呢，古时候的华佗都能给曹操开脑颅治病，现在科学这么发达，我哥的眼睛肯定能治，最起码维持当前的视力，不能让我哥看不见。人每天眼前都黑咕隆咚的，日子该咋过啊？这是我妈挂在嘴上的一句话。我哥曾经有一段时间坚决不去治疗眼睛了，说是白浪费钱。我妈哭着捶打他的背，给你治眼睛还不是想让你给我们养老啊，要不我死了也闭不上眼。我哥也哭，只好跟着爸妈东奔西跑治眼睛。这就是我们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原因。我工作后赚的钱，除了留下必要的开支，其余都交给了爸妈给我哥治眼睛用。大米生下来眼睛就不好，你们认识人多，知道哪家医院能看这种眼病，医生说大米这病不好治。我妈拢着手跟童飞爸妈打听说，童飞妈妈竭力挑着嘴角，笑容好像挂在脸上的面具随时都会掉下来一样。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天生的眼病是不太好治疗。我妈要去厨房炖鸡，被童飞妈妈拦住了。我们今天还有事儿，改天再来拜访。童飞过来拥住了我的肩膀，我的心却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童飞爸妈立场坚定地表示，绝不同意我嫁入童家。童飞妈妈甚至打电话给我，我们也不是嫌弃你，我和童飞爸爸也是农村出来的，打拼了多年才有了这份家业。我问过专家了，你哥眼睛隔代遗传的几率很大，你的眼睛没事，将来孩子不能确保健康，我们童家辈辈身体都没问题，实在不能接受，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这个当妈的心情。童飞妈妈语无伦次，说到最后她真心实意地哭了起来。之前她在我面前端着高贵矜持，哗啦啦地碎了一地。我能理解一个母亲的担心，儿子要娶自己本来就看不上的姑娘，还有可能破坏家族的遗传基因，最重要的是儿子忤逆不听劝，这简直是拿刀子捅他的心啊。是的，童飞没有提分手，他跟我说，相信我，我会说服我爸妈的，只是需要点时间，将来我们生孩子时可以做筛查，不会出问题的。童飞连怀孕做筛查都想过了，他心里其实也是介意的。之前我跟他说过我哥眼睛不好，我想过遗传的问题，只是没说出口，童飞可能根本没考虑过遗传的事情。不过他现在连筛查这样的解决方案都想到了，这也足以证明他是想和我过日子的。童飞满心都为我着想，我也不能太自私，他那么好的人值得更好的姑娘，而且踮着脚尖才能够得着的爱情，总让人缺了点比翼齐间的踏实和理直气壮。我跟童飞说，不能让你爸妈太担心，慢慢来，我等你。童飞骨子里是个倔强的人，我立刻提分手他肯定不同意，但是只要跟他刻意保持距离，时间久了自然就分开了吧。
再好的感情都经不住时间的消磨，就如同再浓烈的咖啡也经不住水的稀释。童飞之前谈过几场恋爱，对方都是家境好的女孩子，那些在富贵窝长大的姑娘大都刁蛮任性，童飞深受其苦，到后来甚至提到谈恋爱她就本能的排斥。她决定跟我在一起，无非是因为我长得好看，乖巧理性，聪明还能干，这世界上像我这样的姑娘有很多，而且她们还基因清白，爸妈却只有一个，童飞不会为了我真正忤逆她爸妈吧。就如跟我血脉相连的大米只有一个，虽然偶尔我也嫌弃他，觉得他是我的第六根手指头，让我深受连累，可是如果砍掉他，我也会钻心的疼痛，而且会留下伤疤。我哥知道因为他我遭到了准公婆的嫌弃，他后悔的拿脑袋直往墙上撞，他那天没打算回家，可是因为他受了伤，师傅让他回家休息几天。我哥是为了多赚点钱摔伤的，他趁着倒班去火车站扛大包，他眼神不好，不能干别的活，只能干点力气活，结果没看清路，上小台阶的时候摔倒了，万幸扛着的重物摔出去了，要是砸中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缺你吃缺你穿了，谁让你扛大包了？我妈捶着我哥的背，撩着衣角擦眼泪，要是你被砸了，我跟你爸怎么活呀？我真是没用，我就是想给小米买双好鞋，他总穿那双鞋，鞋垫子都烂了。我让店里的同事帮着看了一双鞋，1000多块，我再攒点就够了。要是我没受伤，我就不会回家，就不会给小米丢人。我哥说着，眼泪就从眼眶溢了出来。我妈灰着脸，骂童飞的爸妈狗眼看人低。她小心翼翼地给我打电话，小米，别怪你哥拖累你，他眼睛不好，受多大罪呀！我没有说话，心里很难过，不知道是要为失去童飞，还是为了我哥。小半个月过去了，童飞忽然喜滋滋地跟我说，说他爸妈10月初10要带着聘礼上门提亲，让我问问爸妈这个日子行不行。童飞自顾自地说，十全十美，我觉得这个日子好。我被这个喜讯砸得晕头转向，我哭着问童飞，你怎么说服你爸妈的呀？他们不嫌弃我哥。童飞犹豫了一下才说，你还不知道啊，你哥找了我爸妈还带了东西。童飞说。我哥拿着一份亲子鉴定找了童飞的父母，鉴定书上写着否定亲子关系的结论。我哥怕童飞爸妈不相信，急得脸都红了。叔姨，我真是我妈捡来的孩子，小米不知道，我爸妈也没跟我说过，但是我知道小米将来生孩子眼睛肯定好。听完童飞的讲述，我哭得泣不成声。大米怎么会不是我哥呢？他就是觉得连累我，他是骗你们的。我逼着问我妈，她躲闪了一番，先是抽抽涕涕的哭，接着就是嚎啕起来。大米就是我的儿，他不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他是我的心头肉。原来我哥真的是我妈捡来的。我爸妈结婚多年都没孩子，捡了我哥第二年我就出生了。我妈说我是大米带来的福气，没有大米就没有小米。爸妈说不出大道理，反正就觉得大米是他们的儿子，眼睛不好遭罪。女儿全头全虚，活蹦乱跳，生下来就比儿子享福，所以理所应当给儿子更多的偏爱和疼惜。我找了我哥，不说话只是哭，他却只是笑，有一种从来没有的骄傲。还是我有办法吧，我请同事在网上查的鉴定机构，同事带我去的，咱爸妈都不知道。我哥说他原本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他上中学的时候一个女人找过他，塞给他100块钱，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哥眼睛不亮心亮，他琢磨出来了，女人是他的亲妈，扔了他却放不下他。琢磨明白了，我哥就把那100块钱扔了，回到家什么也没说，日子跟以前一样，但是却又不一样了。他坚决退了学，也不愿意再治眼睛，一门心思想赚钱，就是想让爸妈和我过得好一点。爸妈把他当儿子养，他做儿子的就要把家撑起来。我哥还跟童飞的爸妈说，有个老板看中了他的手艺，要投资给他开店。
他要跟着老板去郑州筹备开店的事儿，不参加我的婚礼。他说，叔姨，小米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娘，你们一定要对她好。我开了店赚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她买房子当嫁妆，赶不上婚礼送，以后肯定给，我说到就能做到。我哥怎么不想参加我的婚礼呢？他只是担心自己眼睛不好，连累我被宾客看笑话。童飞的妈妈本来还有所顾忌，想让我以后和娘家少来往。听了我哥的话，他讪讪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是个不太好相处的人，不过我相信只要我肯努力上进，就能平衡好他的关系。大不了我跟童飞搬出去住。人心向善，天必佑之，每个人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幸运的，你只管善良，上天自有安排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